小米笔记本 Air， 高性能轻薄笔记本，全金属机身，却仅 1.28 千克，如杂志般轻薄。13英寸大屏幕与全尺寸键盘，整机体积却比同屏幕尺寸的笔记本更小更薄，轻薄却不平庸。配备了一般轻薄本难以容纳的独立显卡，专门负责图形运算与 3D 渲染，支持众多游戏特效技术，配合 GDDR5 显存，性能跑分超集成显卡73%之多，让轻薄本不仅能玩大型游戏、特效渲染，甚至艺术创作，也能更流畅、生动。读写更快的 PCIe 固态硬盘，采用四通道极速传输，使传输速度比 SATA 固态硬盘提升3倍，配合 DDR4 新一代内存，实现极速开机。超窄边框工艺大大缩减了屏幕边距，保持机身小巧的同时，使屏占比更大。一整块无边式玻璃，通过全贴合技术与显示面板紧密相接，去除了两者间的空气层，有效减少空气折射。强光下，细节及色彩依旧清晰明艳。轻薄高性能之下，是更多创新。双频 AC2×2 WiFi 模块，使下载速度提升1倍。AKG 定制扬声器，高品质杜比音效，让轻薄本也拥有震撼音质。佩戴小米手环，更可免密码唤醒解锁登录。小米笔记本 Air 的9.5小时超长续航，满足你一整天移动办公的需要。玩游戏、处理文档、进行创作，随时单手拿起，轻松放到包里，带它去任何地方。这就是小米笔记本 Air， 带独立显卡的轻薄笔记本。